假期市场呈现出市场火爆，文化味浓，烟火气满，潮流范儿足，获得感强的一系列新特点。消费市场的恢复和不断扩大，彰显了中国消费的巨大动能，也彰显了我们中国经济发展的韧性和活力。这个假期生意才好啊，人山人海的，每天要卖2000多碗米粉。